一口咬下去，地瓜粉少之又少，几乎全部都是蚵仔。你看了不？原味，浓浓的蚵仔香。蚵粿尝起来是甜甜又咸咸的，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口味，所以呢，常常被拿来当作下午茶点心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给它沾点瓦萨比或者是甜辣酱，一种点心多种吃法，这口味是相当多变的哦。而且我还发现他们会把蚵粿直接外带走，就像吃零嘴一样享用哎。吃原味的，其实这边原味就已经蛮够味了。除了蚵粿，虾仁肉圆也是很道地的美食哦。南部的霸丸哦，大都是以蒸的为主，尤其是台南的霸丸，喜欢放入炒虾提味，很具当地的风味的哦。这种以再来米浆和地瓜粉做成的肉圆，到底是什么滋味啊？啊，这不说你就不知道了。这个皮呀、啊，可是 Q 的不像话，咬一口内馅，这肉的甜跟虾的鲜在嘴里面交融，非常的香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吃不饱的话，再配上那么一碗麻鸡，哎呦，那就刚刚好喽。这边一闻就闻到腌制的笋子的香味。一口把它吃下去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再加上中间这个恰巴，一般的霸鸡是用沾上了那个酱哈、哦、去抓的那个肉根条，台南用的是恰巴，是肉，有没有？笋香，干部等的嘴巴。来到我的故乡台南呢，光品尝美食那是不够的，我还从老板娘这里 A 到了祖传的小偏方，要传授给婆婆妈妈哦。如果你遇到了家庭主妇们在家里煮饭煮菜切蚵仔的时候，蚵仔皮碰到你的皮，你的皮会痒，怎么办呢？请告诉我们。用盐搓。用盐搓，搓一搓就好了。我只看到还会搓吗？真的吗？都可以哦。既然是蚵粿世家的祖传小秘方，应该很有用，下次可以试试看哦。记得小偏方的同时，蝴蝶你别忘了，我帮你订了丰盛的晚餐，不要迟到哦。老大，我只能说你太甘心了。之前呢，虽然我都说你出任务爱摸鱼啊，爱偷懒又爱把妹，今天我把这些话全部都收回来，因为你今天实在对我太好了。你们看，这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？老大，真的太感激你了，这里的自助餐点真的多到让我傻眼哎！我仔细算了算，全部加起来可是有200道美食哦。可不是吗？这家位于台南永康市的五星级饭店，虽然开业3年而已，但是超划算的超豪华 buffet 可是在当地相当的有名啊。为了配合台南人当地的饮食习惯，里面的菜肴80%东西海散，不管是当地的海捞啊鱼货，还是日本来的松叶蟹脚、帝王蟹肉，都是任人取用，加个霸呢。而且许多区块都有师傅现场烹调，难怪是当地超推荐的用餐地点哦。我推荐那个烧烤类的部分，就是它这个牛肉就是吃起来很甜、啊、牛肉很好吃。你刚刚吃过，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我自己觉得是那个海鲜类的，就是那个松叶蟹的部分，大就是蟹，真的好不好吃？还有就是那个铁板烧，它的牛肉跟羊肉，价格会不会很贵啊？算还 OK 啦，真的、就是、我们都可以接受的。那我刚刚有听你朋友说你是苍蝇哥哥。对对对，苍蝇哥哥，我们失联了那么久，终于相会了。你会找牛王吗？对，我只是苍蝇而已。他现在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为什么好意思？蝴蝶啊，人家只是跟你说说场面话，你不用那么认真呐、啊。啊，看来还是来吃点美食比较实际。先来试试他们刚刚推荐的高级海鲜松叶蟹脚好了。不过我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很想红的司机小许。好羡慕你哦。如何？很清爽。很清爽。很甜。那个肉质吃起来怎么样？绵绵的。绵绵。我的天啊，我很，你想吃吗？我很想吃啊。我可以帮你拔一只。没关系，那除了甜还有绵绵还有吃起来有什么跟一般螃蟹不一样的地方？它有一种螃蟹吃不到的鲜味。真的只有松叶蟹独特的甜香甜。是啊，再加一点点。好了好了，
好，不用再多说了。好了，你今天的那个角色就在这边就可以来，劳务报酬单去外面填一下。没了。哦，我怕你抢我的风头，你快点，快点。哇，你听听蟹脚被扒开那一刹那的声音。要不是我对甲壳类过敏，我一定把它吃光光。没关系啦，下一道吼、哦、雪哈根绝对让你能够扳回一城，吃上一碗就值回票价喽。哦，这个透明的就是雪哈、哦。对对对，那是从蟾蜍的身上的那个唾液，还有那个萃取所有的提炼而成的。哦，是不是可以补充我们人体的养颜美容、胶原蛋白的所需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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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哇，感觉吃下去就变大美女哎！赶快吃吃看。好吃吗？嗯，好不好吃啊、哦？好特别哦，吃起来滑滑 Q Q， 然后咕噜咕噜一下就吞下去了。嗯，我再喝看。会不会烫啊？烫没关系，好吃重要。主厨，这样一碗要多少钱？在外面买？在外面的话，那是在高级一次餐厅才吃得到，一般的话这都蛮贵的。啊？对，那一包没有多，一包那个。500块买得到吗？一包的话，它是一斤的话要5-6千块，这是一小包，那它是下去再浓缩发泡出来。一小包5-6千块，那这样一碗要多少钱？在外面卖？至少到500-600块以上。好贵哦！那我赶快多吃几口。嗯，这样吃几口就算100块了哎，好划算呢、哦。哇，一个人不到800块钱就能吃到这么多的顶级料理耶！只能说台南人真是太幸福了。哎，你边点击边点击哈，还没有结束哦。这里面最夯的哦，其实是韩式牛小排。主厨选用了美国无骨牛小排，腌入了韩式的辣酱当中，现点现煎，保证你吃一口一辈子就忘不了。哇，好够味哦！虽然看不到酱料，可是一咬下去。那个牛肉啊，原本你想说煎全熟会不会很硬很硬，一点都不会，还是很软很嫩哦，而且里面满满的那种韩式酱料的香味，非常的好吃耶，师傅，你好厉害哦！谢谢谢谢。啊，你平常都在那边煎，会不会肚子饿？啊，会啊。那我喂你啊。那你要喂我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吃就好了。我喂你呢。那哎呦呦，那你别打，那你啊。啊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好会煎牛排哦，那不要再吃一个。不要。师傅被我吓到了，不会烫了哈。不会。好，要照顾好自己哦。好，谢谢。蝴蝶呀、啊，人家可是掌管了200多道菜，各国料理的中冠呢。哎，堂堂餐厅的主厨被你在大庭广众下这么一喂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只是想感谢他帮我准备这么多好吃的嘛。不过我也跟主厨商量好了，要帮他准备酱丢西的水果沙拉，是用台南特产的芒果和新鲜的海鲜入菜。各位妈妈们在家里也可以试试看哦。是谁让我大呼惊奇？真的好像哦！是谁把我这007完全比下去 ？What is your name? James. James. 007007。还有美食美味免费送给你，马上回来，不要走开。